我们现在在 Seven Eleven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在 Seven Eleven 的门口。我们今天有个超级任务要交给他们，可是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办法达成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，可以吗？有信心吗？你们知道阿亮会寻人吗？会。悠悠跟缇耶娜会寻宝物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指派他们的任务就是帮长辈们准备年节礼盒。有四个人。第一个是阿公阿嬷。阿公阿嬷的需求是什么呢？阿公阿嬷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干嘛？是不是要拜拜？对。所以你要买一个适合拜拜的礼盒，要送给阿嬷。我最爱没有买一个香蕉。第二个，阿嬷喜欢吃什么？是不是巧克力？金沙巧克力。所以你要买一个适合拜拜、看起来很厉害的巧克力礼盒，可以吗？这边有新规范。这个任务可以吗？可以。有没有用这任务可以吗？阿嬷的任务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巧克力，第二个是要拜年拜拜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过年是不是要吃团圆饭？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围炉适合大家一起吃的东西，可能是火锅啊，或者是大家可以一起吃的东西哦。围炉的时候可以吃的东西，年夜饭可以一起吃的东西。围炉要用的，那第三个，第三个就是，第三个就，三个就是要给外婆的，外婆喜欢健康一点的食物。每天都可以吃的最好，然后可以放比较久，所以真可以带吃的吃的，买一个吃的送他，方便好带的，每天都可以吃一点的。然后第四个，第四个我们要准备一个小礼盒给彼得爸跟苏珊妈的，他们最喜欢什么？米奇。对，我们呢就准备一个米奇的送他们，不用太大，就小小的就好，然后最好是有米奇也有米这样子。姐，你有信心吗？我们的应该有。我们的预算是2000块哦，不能超过。如果2000块多的呢，你们就可以一个人选一样你们喜欢的东西，好吗？不能超过2000，超过2000就没有喽。那我就要故意买最小。什么要买最小的？你要给阿公阿嬷爸爸买最小的，你觉得可以？跟先蔡依林啊，总共挑了四个礼盒。这个啊是要送给阿嬷的，这个非常适合拜拜。这个是金沙巧克力，这个很重的是鸳鸯锅，这是要送给我哥的。这个是坚果，因为外婆啊很注重健康，所以我们挑选了这个。这个是打算送给彼得爸，他们全家都是迪士尼迷。等一下我们会把这四个挑好的商品啊，先藏在这个货架里面，让悠悠跟缇耶娜挑选，同时告诉他们我们的需求，不晓得他们会不会跟我们想的一样，要相信他们，也许他们选的比我们更好。这个啊，不要藏得太隐秘。放在这边会不会太明显了一点啊？这两个啊，就把它放在一起。最后一个汤底，这个很难被发现，这个超重，就在这边吧。1 hour later， 我们准备开始吧，来挑选第一样。我要先唱给彼得爸，唱给彼得爸，彼得爸的，彼得爸那个太明显了，这个一定是彼得爸。为什么你觉得这个要送给彼得爸？我有其他的吗？没有其他的迪士尼。好吧，所以你们已经选好第四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明天放在桌上。姐姐，那个多少钱？没有价格吗？要不不用钱吧，没有价格。问一下老板。老板，请问这个多少钱？我帮你算一下。二姐，帮我记。2.99。啊。2.99。两个有9折。两个有9折。姐姐，你们接下来要挑谁的？巧克力。要挑。我觉得不是这个，因为它有草莓，所以应该就不是这个，应该就是这个。那我觉得是这个，我觉得是这个，这个，但是这个比较贵，那个比较便宜，这样才有办法买。不要，是这个。可是刚才妈妈是不是讲要拜拜的？对，好，所以是金沙。是金沙吗？你看，而且这个有草莓，所以不是啊。这个也是巧克力啊。这个是草莓呀、啊，只是草莓就不适合拜拜呀、啊。金沙多少钱？金沙429。429，那这样加起来是多少？不会算数学，29等于7。
728。目前这两样是728，那你们剩多少钱？127，是1272。你算是很不好哎。接下来要挑第三样，姐姐跟悠悠，你们打算挑谁的？外婆的，要健康会一切健康，所以应该就是这个。你要买这个给外婆、哦？对。你觉得适合吗？适合，因为外要健康，然后呢要，然后什么时候都可以吃。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爸爸哎。你确定是这一个吗？确定。鸡精看起来也很健康啊。妈妈说是吃的。哦，对哦，鸡精是喝的。最后一样是要给谁的呢？我忘了，那个阿伯。阿伯，然后阿伯上桌，就是一个可以那时候用一起吃的，一起吃这个啦。那不是，那不、不是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不是，是一起吃的呢，一起吃的呢，这个啦，很重呢。是这个吗？你确定吗？为什么是这个？因为它是一个一起吃的，这边是小孩喜欢，这边大人喜欢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白色的果仁，你确定是这个吗？对。这个多少钱？669。我猜打的在整我们，一定刚刚好。哪有整你们？那你们加加看多少钱？姐姐，你算一下这四样总共花了多少？一定刚刚好。一定刚刚好吗？你猜我都没有剩钱给你吗？对。这个299加然后4429649一定刚刚好。然后这个多少钱？我女儿一直在抱怨。这个多少钱？你去问老板，我也不知道，去问一下。他没有写啊。总共1716元。这样子你们还有多少钱可以买？200多块，284元。哇，你跟悠悠还有284哎，那我们去挑你们想要的。我买过了，我们不能告诉你你有没有买，你要最痛。好，那我们再去挑284块的东西吧。我想买这个59元。好，你跟姐姐讨论。我要买这个59元。等一下哦。这个就是饼干，是我想吃。好，59元，你就100多元。你们现在是两人一人一半的概念吗？对。哦，好。你不是想要吃这个？你这边有要还有要的吗？没了，我有。算了，我不要吃这个，太贵。放回去，不吃了。我们吃这个很好吃。这个是什么口味？好，你说的。超强，四个。都挑对了，我觉得体验娜蛮厉害的。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厉害，是我们太简单了，还是他们？可是我觉得体验娜有认真听我们到底真的需要什么。对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。而且刚刚巧克力的时候，他不是一度拿了新贵派，对，所以我告诉他说哪有，妈妈没有说草莓，只有巧克力。不是，最主要那时候我有稍微提示他说要拜拜的啦，所以他就一看就说啊，拜拜应该是要用金沙。对，所以他有可能有在他前面他们两个真的有在认真，对，他们还在挑最后几样他们喜欢的東西。对，你看都有买对耶，超强。这个提示我觉得我没有提示的很明显。对，可是因为其实每天都可以吃健康的东西真的很多。也许是我们担心他太多，其实很多事情他能够自己决定，而且可能决定的比我们的决定还更好。接着我们要去结账，先换你付钱了吧？对，现在换我付钱了。结账呢，不用我老公，只要有我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不用信用。真的不用信用卡？对，也不用带钱包，不用现金，只要有手机，有 Open Point 就可以了。一样可以累积点数，哎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一样可以累积点数，所有绑定所有的国泰世华卡都可以使用。现在到2月12日之前呢、绑定国泰世华卡还可以回馈多少钱？还可以回馈600块，总共可以回馈600块钱。600块要怎么拿呢？单笔满500块可以拿到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哦，总共最高可以拿到4次。而且听说这个活动是到2月12日。另外还有一个到2月28日的是 Open Point 加码11%的回馈。对，没错，那个 Open Point 回馈的11%活动呢，最高可以达到6万点。6万点，你知道价值多少钱吗？
200块、欸，真的很好哎、欸，非常非常的划算、啊。像我们就是本来每天就会去 Seven 的人，现在等于是多回馈给我们啦。真的，而且绑卡非常的简单，我们会把绑卡的方式放在这里。打开 OpenPoint APP， 点选钱包，新增信用卡，点选同意，输入信用卡确认验证码，设定付款密码后就完成啦。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我要结账了。你要结账了？帅气的结账。我觉得你今天很臭屁耶、欸。看到没？帅气的结账。是不是超方便的？等一下他不会给我那个发票，直接存在里面。啊，点数哎，也在里面。那我的钱呢？也在里面。你把我的钱花掉了吧？就是花光点数的部分，我也会花光。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国泰世华，对不 对？而且你们这次用的感觉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 Open 钱包就是非常的方便，你就不用再收集什么发票，什么都不用，而且点数直接回馈在里面。对，而且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，都有挑到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而且应该说、他们有挑到我们需要买的东西。对，用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棒。就是我说，其实你不知道我们选的是什么。对啊，所以我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听我们的解释，知道要买什么，其实蛮厉害。像这个坚果，我就觉得很强。坚果就是没有啊，你就喝的、那健康啊，不是就走全部。对，就很简单啦、他觉得太 piece of cake， OK。好了，老爸的影片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老爸影片，你还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还要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up.